经过你后壁人报警。我不会啦，我不会啦。你快！小文早，云饭店早安。哇，你要开学了？对，拜拜了。拜拜了，以后你们要去他学校看他了，他不会来的。他要去参加社团了。要参加乐舞社。也就要回来，也没烦恼。他已经懂多少钱了？懂多少钱了？听得懂吗？昨天毕业的为中国，你懂多少钱了？好可好笑。晚上十一点，对。然后准备要去鱼市场。我以为已经两点了，要去鱼市。这才十一点了，然后化完妆之后又回去睡觉。没卸妆就回去睡啊？是躺着啊，躺着啊。我小白小兔啊，冷淡。你的作息已经跟他们一样就对了。没有，就是醒来就是觉得说要上班了。很扎苦。东城啊咯，杨佑明啊咯。你要吃，我那不用的。你是无好人要啦，你是你无无敢无好人要，你烦恼呀。哪条命啊？阿母，咱正常来要吃。哈单程早，礼拜。今日无钱，我就欠费啊，要欠费啦。一千多那个。对啦。好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我今天欠费卡拉是欠费的。卡拉。哎，卡拉就卡拉，卡拉几块。你是什么系的？啊，医药系，你说你宠物系，宠物美容啊，宠物系，宠物美容啊，我要学老狗照的，宠物系，老狗照的，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 宠物系，宠物系，宠物系，哎，等等，我说，我礼拜五下午都没有课，然后六日放假，然后礼拜一上午都没有课，礼拜一。你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来就对了啦。礼拜二整天都没课。
怎么一年级那么、欸、一年级应该客很满啊？没有啊，哎、欸，这样我排三次，不啦？怎么卖？为什么？不是一，哎呀，几个开啊？就三四五嘛。我看下好不好？哎、啊，都是几个黑啊？哎呦，赶快拿！我今日无讲啊。去了。你本来在来，你无来啊？我留开心啊！我留开心啊！你有讲你礼拜要来，哪里奇怪？今日才无来啊。礼拜来啦，你听无？礼拜有来啦。哦，你拜礼拜来啊？无啦，今日礼拜都。嗯，今日拜神，老板。今天拜师无来嘛？拜师的要困嘿，提前要困啊！哦，不是要困啊！中晚，中晚再熬啊！好牛来，好牛！再熬啊！中晚，一起，对吧？一起要困啊！对，几杯啊？坚持中。哎呦，哎，十二斤，十二，十四斤了吧？十四斤，十四斤吧？恁几斤啊？大叔？已经嘛，拢肥了吃。已经嘛，不然你看，不然给看嘛，对吧？伊个安个新啊，因为不然，不然抓爱落去啊，爱本地大个边到都见咧。哦，那你打去打。系啊。啊，无就开车嘛是消磨，你乖保养。无啦，啊，就是白条个在，无见啦，无你先提下嘛，无见啦。主要上次热啊，你啊，无用。无讲我用啦。无啊啦，我滴看。有讲用啦咯。我见冇，你阿咩冇料，冇料，料佢等下我，我招佢唔掉啊！好，系啊，招佢唔掉啊！我等下你比较摇嘅，我个仔系一只鱼，将阿冇响唔惊，将冇。系啊，好啊，好啊，系啊，一部光冇见，一部光掉啊！得嘅咧，诶，攞包我，两包我，诶，十几年攞个字啊！大爷，你看，你看咩啊？你今日有刷灯啊？有啊，今日。哎，你爱刷灯啊？好食哦，你刷灯啊，真好食哦。哎，不水呢。可能十八。哎，对啊。你今天有发现龙没？但是发现龙没。这礼拜结束就开学了。你要几号？要几号？几号？来，来，快点来啊！今天礼物几号？来，拖了可以。以后你就可能要去宠物店才看到他了。他跑掉了。那读宠物系的啊。宠物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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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真的是新的戏呢。你甲讲的爽文就是人啊吼，爽文。你学长，第几届？吼，哎呀，各位爽文，有届，可是高中的话，哎，往往是啊，好，阿弟你讲，你高中也是同步戏，很新。哎，这个，这很新。哦哦哦，阿弟哪里好？没看过。但一看吼，你从那第一套起来，哇，就第二次在挨单吼，那么很简单，然后第二次在挨单。不接，不接，不接。好。阿江诶，阿江，喂，你先讲我买啦，做两百块，我甲你带呢。我诶，不拉鱼，两百块无退呢。系啊。阿江，阿江，今仔日我讲。无啊，你无去，你无去，我无甲你收来啊，用钱得着啊。有啦，我这个我你啦，我帮你啦。我知，啊，但是咱练功啊啦。最近一条我都，啊，你讲这条你买300。300呀。300。练功你该不来怪了啦。300。你不来怪了啦。来，进来买。来买，无跟等下扣下你。咱练功去。好啦，等下去扣下。后尾门口不会唔走走。哦 ，OK。不会。买。多少？多少？几十包？啊，今仔来买一个，有法。啊，别个吃啦。800。哎，八百九。哎，白小姐，啊，这样弄啊。百五，一百百五啦。哎，这个怎么卖？一百百五，五毛。你更加很多会读。那个礼拜天那在雾峰哦，我那个礼拜二有去直播，我礼拜二有直播哈、哦。然后如果要去的话，赶快去哦。下课下班啦。哎。等下都来活动中心嘞。我这边请你当嘉宾。好啦，做活动中心哦。好啦。活动中心。活动中心。没有。
不会，你下下几尾？几尾？两个。两个。就是你爸爸妈妈后面来，你刚才在哦，有一百块啦，无算贵啦。结婚啦？哎呀，无算贵。哎、欸，有鳟鱼哎！来，我看一下今天有什么啊？来，我们看一下今天有什么：石斑、白鲳、石目鱼肚、红干、大红干。三百五百，鳟鱼啊，三百五。然后三个脚，然后有两只那个。加起加起水的，加起水有。好鳟吗？现在无大只，五几啊？黄鱼啊，两五块，五几啊？哦，很老哎，爸，其他这不便宜哦。加纳、刷灯啊，挖起来啊，红米螺。啊，这里，这样那边。这是 OK。鳟鱼、石目鱼，有鳟鱼跟石目鱼。OK，OK 鱼哦，都那种 OK 哦。证明你有没有养宠物？证明你有养宠物吗？我哥哥说养猪，我哥哥说养小猪，然后他会说，不是已经有伯南了吗？他养的。不要随便养猪，那个迷你猪骗你的哦，迷你猪养起来都超大只的。皮干嘛？皮干嘛？它是没皮的，水的，就好贵的。你多少？赶快再讲。这嘛好吃呢，这嘛不较歹吃呢。中卡了。我们要恐怖一下。多少哩？多少？一斤几？多少？来一个袋，袋子来算了，哎。这算好多东西。香米啊，香米啊，香米四百了。四百。完了，我唔爱提来，搁做零点。四百的，四百的，四百的。三百无啦，今天两百啦。好啦，哎，全部给我啦。好啦，我拿去当领长啦。上长。好啊，八五，先九百。哎，你这个是什么鱼？黑好好的那一种。那鲨鱼。哈。哎。那个什么鱼？这个。那旗鱼。这是鲨鱼啊，鲫鱼。这种。鲫鱼啊，鲫鱼啊。鲫鱼哦。啊，鲫鱼嘛，做鲫鱼。做
做小细米对吧？哎，在做小细米。不用找这一条给我就好了。对啦，这行这，哎，这里。啊，我现在做邻居嘛，啊，给自家弄好哇。其他我温州没有。郑源啊啦，干妈会来吗？干妈会来啊。我弄好你啊，安安清楚啊，清楚啊。你用起，你可能包起，你今天能包？包起来哦。轩轩会不会很凶？我没看过他生气，我又不知道他生气的时候有凶不凶。但现在看起来当然不凶啊，现在没生气啊。口罩要问他妹妹了。你家去吧。我再给你买一条。啊，我刚才上来那两，宠物系列嘛，你要做什么？开宠物店，知不知道？啊，老狗照顾。小狗，老狗照顾，那是老狗。你一起宠物哦、喔，他是宠物吗？他自己说的，他说我要好好学这门课。对。要好好学老狗照顾。老狗照顾很累，你知道吗？很累。我养七只狗，都是到最后都陪他到绝对吼。七八能分啊。对。最累的，最累的是瘫痪的，加湿器，超累。可以均早安，会确早。有龙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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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龙爪。你为啥吧？为啥？那个是，一斤半呀，吧，一斤半呀，可以五片，哈，五片好，可以五片。好，好多。王小雨早安。我那幺幺八，就那排队那。逍遥游早安。他放那边吗？人家这里是别人。你看嘛，这嘛个这嘛，好像帅哥儿子今天没了，你自己找一下哦，找一下另外一个地方哦。你等下看，我就知道你像你会讲这种话，我就知道你没有常看。阿姐。说他今天没来，那代表你不是常常看的。统一路早，郑玉峰早安。为什么这里没办法 take 那个？那个你的机器啦，哎，真正干停电。机器，硬壳停电啊。以后不会弄真的袂得干，但是爱用到伊啦。好啊 ，OK。好，上次十几米，十几米就完了。好。有啊。阿姐，在哪边？出发。也能买，好不好？你看，你又讲这种话，就不知道他竟然不知道他今天在屋在嘉义。你还问我他是在别的地方卖？暖心贵早。那个问我今天为什么帅S没来的那个都不代表没有，会冷清流，不是常看的，会冷清了。然后，他不会吧？就这样，
叫谁啊？叫这边。宝妹早安。叫这边啊。叫这前面的。刘明俊早安。没有骨头。八百。